牛肚一把是怎样？那个。好，我就好那一把。味重味淡。外带外带。味淡点。啊？味重味淡，辣的多少？味道。哪一个比较推荐？能不能吃辣？吃吃吃。那个 OK。好。剩多少？15。15。20根，15块钱。好。你这个是摄像的是吗？对啊对啊，记录生活。记录生活的。对啊。这多少钱一个？这多少钱一个？大概。大概。5000。4000多。这么贵？对啊，4000多。很清楚是吧？对，还蛮清楚的。对啊。他怎么打到电脑上？就是有记忆卡。哦。对对对。你看，我也不是当地人啊，我台湾来的，是吧？对啊。在西安旅游啊？算工作啊，现在休息时间。签订合同啊，对啊，还算顺利。做哪个行业？我是影视行业啊。影视？对，影视行业，所以才会有这个。哦。影视。嗯。就像广告啊。商品广告啊，照片的。你是拍摄的，制作人啊，制作人，对对对，都要管，对啊，那你挺厉害。我就可以把三牛肚牛肚，来，你叫阿姨什么？